喂，六點鐘方向，正嘢。哎，嗌嘢食先啦。哎，攝入正橙啊！個女仔呢？去咗邊啊？人哋走咗啦，算吧你。哎呀！撐眼前啊！喂 ，Hello 靚女，你好啊，我是 Edward 啦。有咩幫到你啊？我都想請教一下你啊，你叫咩名啊？叫新聞啊。該你喎，咁啱咧，我都好中意新聞。喂，不如咁啊，橫掂咧，而家大家都未走得，同你玩啲嘢好嘛？哦。睇住佢，嘿，呢度有支筆。嗯。揸住佢。嘿。呢度有張紙。嗯。不如咁啊，你寫低你想同我講嘅嘢。然后我再变啲嘢俾你睇。哦。但我唔睇嘅。你可以写同我讲嘅说话都得。譬如 I love you 啊 ，I miss you 啊，都得。得啦。OK， 睇住啦。嗯。呢度有个火机。当我烧咗呢张纸嘅时候，哼。咦？你想我嗰个拜字？你要走啦？不如咁啊。留个 contact 俾我啊，咁我哋下次譬如有啲咩，我都可以 call 你出嚟玩啦，好嘛？话点有字笔系咪？唔要嘥咗佢啊嘛，嚟啦！好 ，N F 六系 ，D N 系 ，B 三 X 系，讲多次 ，N F 六 ，D N B 三 X 哦。哦，吓，诶，攞个电话，哼，梗系未啦，主要嘅，哦，唔知啊，点解你叫心埋嘅？因为我中意咯，尤其系喺呢个蓝天底下享受阳光同埋吹下海风。喂，点解野餐唔食鸡煲打边炉，要食啲嘢啫？吓，野餐嘛，边有火啫？我过翻去搵我 friend 啊，拜拜。你个 friend 梗系嚟啦！啲发泡胶边个噶？我噶。你个人都几自私、几贪方便噶喎。唔系啊，我冇女朋友啊嘛，咁都系要嗌呢啲嘢食噶啦，系咪？走啦，我哋。我哋呢啲环保餐具嚟噶，留俾你用啦。拜拜。吓，咁快走？咁快走，留个 email 嚟都好啊。你拆解到新闻之前俾你嘅密码就揾到我哋噶啦。拜拜。啊！怎樣啊？喂，你剛才跟他那麼好談的，有什麼秘訣啊？你都無厘醒目的，那你細心一點留意就會發現人家是追求綠色生活的 Green Girl 來的。
咦？唔係嘛？幾點啊？哇！死啊！等翻我。好彩我就手指袋套等你啫，点解留只杯嘅 zero 曲唔系留个电话俾我啊？你咁聪明咧，我知你一定估到嘅，送俾你噶。哇，好靓啊！带住佢。你购买了环保水杯或者水樽之后，立即登上 www.heroes2.org， 输入简单的个人资料和包装盒上面的登记序号， Heroes2 就会为你种棵树，之后还可以查阅有关棵树的资料。记得支持我们的环保工作啦。